食馬啊，不如執埋啲嘢先走啦。使乜執啫？咪係，個個都係咁噶啦。我哋唔執啊，客官都會執啦。哦，行啦。好多同學都存在呢啲錯誤嘅思想，覺得環保係專業人士嘅責任，但係其實環保都可以從我哋自己做起㗎。其實同學唔應該將啲垃圾全部一齊抌落垃圾桶㗎，應該將啲可回收嘅垃圾同埋不可回收嘅垃圾分咗類先。大家知唔知道我哋係唔可以直接將啲膠樽抌落垃圾桶噶？因為膠樽係好難分解噶，運咗去堆填區，只會增加堆填區嘅負擔噶，要攞去回收啊！阿姨，謝謝。其實同學最好用自己的水樽，咁就可以減少膠樽嘅使用量啦。冇錯啦，同學每次食完嘢都應該清潔翻台面嘅垃圾，保持一個衛生乾淨嘅校園環境。其實環保好簡單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。我哋學校有好多回收箱、垃圾桶同埋飲水機，同學應該飲水思源，為地球盡一點綿力，為我哋下一代著想啊！